我跟你讲，你让你捡宽了哈，啊，那个钱一汇出去是拿不回来啊，要行库钱了哈，他有网络购物、假投资、解除分期付款、网络交友、猜猜我是谁、假剪掉，你硬比讲，以我们专业，我们认为说哈、你是不是这里面这六大项、哪一个？他们有大听讲，你投资那个东西。有赚到钱呢，有冇？系咩呢？系冇？系冇？应该系啊，吼！佢喺面讲，投资嘛股票，股票啊，如果唔赚到钱呢，赚到有钱，赚到有钱。反正他有讲，他你如果赚了他利要20%。对对对，所以说你就是假投资被诈骗了，所以讲你要提钱是不能，就是诈骗的，可是他那个他打电话来，他有讲，如果没有付他会有那个什么刑责吧？哦，啷讲？骗人呢？一行来警察的做师傅做呀，前面啷讲？我哪个人讲？应该哪个讲？不真来讲不晓得，有刑责的。我本来是不要来的。对了。人家他有啊，你没有会给他会有恶性因子。我跟那个，我那样讲，我就做师傅的警察出来人讲，你没事，我相信你要相信来的。你讲你相不相信？嘿，错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就是假投资诈骗。他说你已经有获利了，他说你获利了，你不能放弃哦。你是放弃的话，哦，会有刑责，或者是说你这钱拿不到哦。所以讲，你获利多少？你看得到吗？都赌方啊，都赌方，唔讲唔看得到，拿唔到。我两样币钱，伊讲啊吼，你投资赚了100万，我拿样100万领出来，冇可能的事情。伊又很，我问他可不可以领出来，他说不行。他可以啊，可以之后可以领出来哦。之后他改天又跟你说啊吼，要去，因为你现在啊吼卡到什么原因，又要叫你再汇钱才能拿出来，所以讲人家钱就硬登进去了。不是，我同学又领出来啊。我也问了同学，就是他说他有领出来。你那个同学就是骗人的，就不晓得。所以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我跟你讲，100%诈骗，你千万不要再信了，懂吗？啊，有形象嘛？啊，有形象嘛？有啦，有形象了。有形象了哈。可是我懂，讲讲有形象。没关系。当阿钱啊。我啷讲，我啷偷干，我啷讲。保证某事情，保证某事情。我怕这一点，什么有刑责，要花我钱。不会。